肉身最近几天真的是四处绽放，就连央妈都不许她流浪，全新填词版的追赶春天的人也是押上韵了。这首歌不仅是新华网和央视频盛赞，在位置数也是日常破亿打卡，而这已经是2024年104次破亿了呢。还有太湖湾音乐节上，不清楚是他故意改的还是无意间唱错了，但这个绽放意境是真的好。也许我会输，但我绝对不会放弃。说这两天的音乐节只有他唱出了演唱会的质感，全程40分钟8首连唱，每首歌都非常的完美，春雪的吟唱美到令人失语。而全场合唱小美满又是温馨有力量，让人嘴角不自觉的就会往上扬。奇迹时刻 rap 的唱跳三合一舞台，周深灵动自如地将整个舞台变成他的领域，是隔着屏幕都依然能感受到的热烈。绝对想不到周深巡回演唱会上海居然有二开，这让人心脏一下子又到了嗓子眼。最后说个好消息，周深10周年巡回演唱会武汉站审批通过了，时间是2024年7月27日，也就是星期六，地点是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，可以容纳6万人，静待官宣。周深演唱会每一场都是体育馆，但是门票还是一票难求。另外5月17、19、21日奔跑吧在沈阳录制3期，据悉周深将会参加最后一期的录制。周深上海演唱会是18、19日，演唱会结束后还会赶去沈阳录制一期的跑男，周深真是铁人极限赶场，18、19日开演唱会，20日飞去沈阳，21日录制跑男，23日又飞回上海录制 B 站毕业歌会，都不带休息的。虽然今年有巡演，但毕业歌会应该跑不了的。据网友了解，毕业歌会上将会带来一首二专的新歌，大家吃瓜不信瓜哈，一切消息以录制为准。
我这个跑男的人把你的名牌撕掉。我们要感谢我们所有的乐队老师们，我们先掌声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罗老师，乐队统筹程诗音老师，推荐李宇辰老师，广东老师，然后我们的键盘老师汪世业老师，还自带名牌，也不害怕我这个跑男懒的人把你的名牌撕掉。另外一位键盘老师王佳韵老师，吉他老师高公鹏老师，雷振环老师，是来这四名牌是吗？贝斯老师纳金老师，好，我们的鼓手罗建斌老师，我们和声老师李潇潇老师，以及徐彩云老师。宣明老师，以及音箱助理殷晨元老师，还要谢谢太湖啊，最重要的要谢谢每一个让今天晚上更精彩的你。